怎么办？真的好难，怎么办？万一我选错的话，小当家他就要喝下这一瓶牛奶，可是他乳糖不耐症，万一喝下牛奶的话，就绕赛绕一整天啊，怎么办？真的好难。啊，是啊。什么？这个时候只要相信小当家就可以了。好，首先是 Vodka， 这个是白瓶对吧？Vodka 的滋味，还有围绕在其旁边高级的甘甜口感，太棒了，真是无法形容。是绿瓶？什么？怎么可能会是绿瓶呢？